说卡呀？没有啊，他们很多学员不卡呀，是不是你们版本没有更新啊？感谢我们雪儿送来的收获。强子哥以及我们新游客逛逛，还有随遇而安，还有我们石哥，谢谢。可能是那个啥，到时候我要是下了直播，谢谢我们雪儿，谢。到时候下了直播，大家能更新版本的呢，记得更新一下版本。谢谢霸主送来的烟花，谢谢。找一下我们霸主哥。还有好，我们直接能报上去吧，谢。你们开守护啊，守护。千万不要相信就是说私聊的那种哈，守护要电脑上开，手机上是不能开的。好像发错地儿了。谢谢我们雪儿，好像那个等我下直播的时候你们可以去更新一下，让我连一下咱家雪儿，正好我也休息一下，看我们家雪儿哪去了。一会儿连外卖呢，大家我们聊会儿天，正好好几天没有跟你们聊天了，注意嗓子。好的。连一下雪儿啊，看看。谢，感谢我们流浪哥，谢流浪哥接待跑，说完就跑，这样就辛苦了。Hello， 你这是搬家了吗？对呀、啊，恭喜！哇，我咋这么黑？恭喜，还可以，好像比以前好像是暗了一点。对，我今天换了老多灯了，本来你开播我就想来了，我一想你不按套路出牌，万一你说我这没收拾好呢，你就连我，咋整呀？又漂亮了，又漂亮了。可以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哎呀，今天没有，欢迎老大回来啊。今天是不是要唱首什么歌呀？谢谢大家，没有点那个关注，可以给我们雪儿点点关注啊。本来还一首歌没唱呢，然后我就刚上来你就连我了。刚才我就在下面猫半天了，我就听说你要卖猪蹄儿，我就想着，哎，这挺好的，你卖猪蹄儿正好我养猪，我就老想开号进来了。我一想不能开号，要开号的话老大要连我，没准备好呢。不按套路出来是吗？对呀、啊，我就怕你没准备好，再一连我，完了我没准备好呢，完了我就准备好了之后把灯什么都换了，然后就是换完之后上来了。欢迎柿子哥，把柿子哥抱一下，欢迎柿子哥。谢谢大家。你们也想我了吗？谢。这样，让我们雪儿给大家唱首歌。现在是不是可以唱歌了？搬家了。可以呀、啊，现在可以随便喊。今天我说。我跟那大爷说一下，我说大爷，我说我晚上唱歌，我要是吵到你，你就告诉我。大爷说啊，你说啥？没事，你可以放心的唱了。根据老夫多年一算，他绝对听不见。来吧，你家福音做的是相当的棒了，放心吧。啊，就冲你这句话，你放心的唱吧，直接唱雨花石都没有问题。那雨花石我是不能唱不上去。那行，然后也欢迎老大回来啊，然后也感谢所有六九军团的哥哥们。哎呦我的妈呀，太有激情了，这些哥哥姐姐们，我可愿意在4823拉真爱了。我跟你说，那礼物公屏飘的，那墙怼的，谢谢大家，太讷了都。那我就唱一首歌吧，我唱一首，我有点紧张呢，今天的唱一首寂寞情伤吧，送给大家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首歌。我没有音乐吗？没有。你开内放了吗？我开了。那你酷狗调了设置了吗？今天平安哥刚给我弄完呀。那你看你播放伴奏那儿，你找酷狗试试，看能不能放出来。我这面都听不着音乐。那恭喜你，是你掉链子，掉链子了。咋整的？今天我跟你说，老大。平安哥刚给我调完视频，刚给我弄完话筒，这就刚好不好使。
谢谢我们流浪哥，谢谢流浪哥。这咋这么丢脸呢？我的妈呀，第一次搬新家，我还想让你看看我背景呢。然后，那行吧，那不好使，那我就先下去吧，老大。嗯。啊呢？他谁？然后是不是平安哥跟你说话？你看看接那个啥？不是平安哥，不是不是啊，不是平安哥。嗯，没事的。那我就先下去了，老大。完了，没有关注的这样吧，没有点关注，关注一下我们雪儿。喜欢听歌，想唱歌，你告诉他，你别打了。你说一会儿电脑好使再说，你别着急。我发现你一着急，你谁一着急，这你出点什么事儿哈，这电话嗡嗡嗡嗡。就是，哎呀。我一会儿没事，别着急，别着急。掉线了，那微信叮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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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卡了，这都是爱呀，这都是爱呀。对，有人说雪儿你真掉链子，没有没有没有。然后我就，其实我今天本来来吧，没想连麦，你知道吗？我就怕老大不按常就是不按套路出牌，因为我觉得我的脸色有点暗。然后你想着来都来了，老大说了，那就上来吧。没想到就是不想让我连，我跟你说这电脑。没有没有掉链，主要是啥呢？主要是没有点关注，可以点完关注，点完关注之后，雪儿晚上开直播，大家想看可以去看看。谢谢我们风筝啊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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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唠嗑主播不用唱歌，行，谢谢老大，谢谢。是最好的啊，真的。谢谢老大夸奖，唱歌主播也唠得非常好，来个小品吧，这小品咋演啊？都听着呢啊！老大说了，唱歌唠嗑主播，其实我唱歌还挺好听的，是不是老大？拉倒吧，我这么说你还这么说，我一直认为我唱歌挺好听的。我就这么说说而已，你别当真。哎呀，这扎心了。哎呀。确实唱歌挺好听的，开玩笑呢哈！没有点关注，给我们小人点关注。谢谢。好了好了好了，不闹，一会儿你整的脸红了。好了，不闹不闹了。脸一直红着。去你去弄弄吧，要是直播也不行、啊。好的好的，辛苦了老大啊，拜拜。那我就先不打扰你，就关了。过来拉票啊，过来这个拉真爱呀、啊，这个拉真爱的票友什么 的，辛苦了辛苦了。来，兄弟们把那个抱拳的表情也给我们，哎呀，走一走。啊，那脸又红了，脸红，咱们没有没有没有，嗯，都是一家人，真的。说实话啊，就是反正我加入到七彩，我觉得没有老大的话，也没有我的今天。我觉得我现在，你是在北京呢，还是在回东北了？北京呀。那好，过两天我要去录歌，我去找你啊。你前两天真没来北京吗？没去，我没去北京。哎呦我的妈呀，这他们说的，哎呀你老大在北京呢，他复查肯定就在北京复查，我就赶紧给你发微信，我就一直想着你是骗我的。这回我换了个医院，我换了一个医院去的，我看看结果是不是一样的。哦，好了，骑电动车。20号还有出去，还有去，20号还有去，我这还可害怕出门了，我一出门我就回来我得换一批衣服。他们说了。昨天拉真爱的时候他们说了让你老大赶紧去吧，马上换季了，我没衣服穿了。这回去的话，这回去应该不贵，不会胖，因为该吃的我都吃过了，这个城市。等到在下一个新的城市的时候，欢迎我们教皇哥，把教皇哥保一下啊。下一个城市的时候就没有吃过的就好了啊，没有吃过就好了。北京我吃过最好吃的地儿你知道是哪儿吗？不知道，我都没吃过。我上次咱俩吃小龙虾那地儿，我头一次去。嗯，我就吃那个可好吃了。我现在也不能吃了，现在也不能吃了。嗯，其实那个小龙虾少吃也好像对不太好。对，是。他们都说不太好，有细菌。那我就不打扰你直播了，老大啊。然后你跟家里面人。好好唠吧，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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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个好吃的地儿叫什么小是叫什么街？哦，叫那个，还有炸那个炸虫子那个，那啥了？王府井边上吗？不是边上，哎，不是，就是里边。对，不是鬼街，不是鬼街，好像是。嗯，就反正就是王府井里面全都是炸小吃的，那里面吃的不能吃。嗯啊，就那儿，反正基本上哪个城市的那个好吃的那一条街，我都要去逛一逛。基本上我不知道这个城市著名的标志是什么，但是我绝对知道这个城市的小吃在哪儿。
行，那我先这样，行，让那个雪儿下去弄一弄直播的东西吧，一会儿直播别耽误了啊。好，没有不好意思了，老大，不好意思了，大家点点关注，对对，给我们柿子哥呀，还有我们教皇哥唱首歌。好嘞，我就先取消连麦了，宝贝儿啊。但哈，真的，我就觉得我现在，我要改行了，以后真的，还吃都胖成什么样了？没事儿，我可以，我今天不吃了，我减肥，我过两天我。过两天为了以后，为了过两天我需要减下肥了。我这两天要努力的锻炼，完了过两天我还要去录歌去呢。能吃是福，确实是，确实能吃确实是福，就有我觉得这句话感同身受，所以说我现在很多时候，哎呀，你减肥吧什么的，其实我也想减肥，但是真的减不了，就我们家体格居然这么胖。我现在是我们家这个是我们家最瘦的。菲儿搬北京住吧，我才不去呢，我去北京在车，我去北京待，我待一天都有半天是在路上的。嗯，尤其是上次路过的时候，那不是半个在路上，就是奔波一直在路上，骑了三小时的自行车。吃饱才有力气减肥，因为我觉得我很，其实我挺自信的，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不是一个靠颜值吃饭的人，因为像我这样，我觉得看我的直播的人都特别的幸福，不都说了吗，看我直播的人特别的幸福，证明什么，证明你根本就不在乎我的外表，而且看我直播嫂子也特别的放心，可能我比嫂子都胖。你说长得那么好看什么的，是不是你一看直播容易家庭干仗啥都有可能。又看低了耳朵给你低了回去。看看啊，找首歌，不唠了，我要唱首歌给我们柿子哥，还有我们教皇哥，谢我们冷哥。唱首慢歌，再回到以前。但是零零唱过了，宝贝，但是有点累，我还是想开一会儿，想你们也不知道是什么。如果再回到以前，是否重演？怎么又没词儿了？三高，血压也不高，血压不高，血糖不高，血脂也不高，都低，血压还低呢。如果再回到从前，是否一切重演，我是否会明白生活终点，不怕挫折打击，没有空虚难言，让我看更远。如果再回到从前，还是与你相恋，你是否会再回
《颂歌流浪歌》，以及我们《开心歌》，还有《平凡歌》，以及啊，我们《故我重生》《北辰歌》《流浪》陪伴，谢谢谢谢。感谢我们阳光之花，以及我们《柿子歌》，还有我们《英太祖》《一生一世》，以及《平凡人生歌》，像我们萌妹子。歌的名字叫《再回到从前》，谢谢柿子歌，谢谢谢谢。今天我们少开一小小会儿，因为我今天稍稍有点累了，快把我企鹅饿没了，是不是？头发也没有洗，今天就忙活了，谢谢大家，谢谢谢谢谢谢谢。噔噔噔噔噔，删了吧！哎呀呀呀，哎呀呀呀，删错。